太平天下哈威武独尊。咁有需要我讲出你的心来？杀害罗东平，我叫林凤文，收了汉玉娇，安怎？这敢不是你心肝内所想要做的事？不是，林飞上仙，虽无望变哦。心底行为受严，若非我的行为受你阿爸占，我袂妄为罪恶平添。这是恁阿生，你委曲求全，世事难成。你若是枉做好人，早晚聪明，不如让我自在出生。亲，你敢也阁有人性？受母的控制我，绝对是无可能。造成混乱。我若早知影你阁活伫这个世界，我若早知影两百天就是错混乱，我绝对袂让你受尽委屈，绝对无可能让你永远这么折磨你。你敢知影？我甲阿娘十五年以来，日思夜梦，拢希望会当找到你啊！哇，哼，一把公家好听话已经袂用我。十五年前，连我的尸体都无甲你当当去找。迄个时阵，我手紧紧，我林凤梅敢若带走你一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拢是相识的假，敢若带走你一个？在我好高明，让你命我娶回去，是跟我满心，跟我满心才是伤。我这种的痛苦，什么人会当了解？咱两个相生啊，囝，白白落土是为什么命运会这么无同款？混亮，你放心，我会用继续和你拼。你有的幸福，我会用无；我有的痛苦，你一定要有。曹文天，你是一个蛮能顾虑的人，只要我报仇意志比你更加强，
你就要永远受我控制，你就永远无法度赢我，你绝对无法度将我的分票对你的身躯来刮走。小姐，楚夫人不知走去倒位，留一张牌呢。所讲的话，所表演的怨恨，拢证明叫军娘负心。你问我这个女人，为什么这样恶毒，要安尼陷害因兄弟？袂用的，我袂用让这个一切搁再继续落去。你问我，你们做啥？你啷个啊？我不是要来找你的麻烦，你别激动。我拜托你，放过昏天甲昏亮。你以为一句的爱情，就会当化解我一生中的万分心？囡仔是无辜的，有一个秘密在我心内二十年。今仔日我要坦白对你讲，昏天甲昏亮这对双生仔，并不是错家献的，伊是捡回来。错甲甲你有关系，甲这两个囡仔拢无关系。林梦，到这时阵啊，你还搁编这个故事？你是要骗什么人？因爸囝生做这尼啊同款，不是恁的囝，是谁的囝？我无骗你，我嘛唔知影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才发现，因甲韩秋生甲真同款。我无管他认真，一心只想要将这个囡仔教大汉。这是不是你的囡？我要安怎样相信你？你不相信，我嘛无法度。我同款希望，你会当放过昏天甲昏亮，让我来替你死。当初是我为着要找天元秘籍的时阵。发现到楚云天的生性背离，跟我死去的查某囝是同款，敢讲是楚寒秋娶我，是父母之命，为求子嘅，阮两个人根本都无感情，伊对我的好，只是一种最昂塞的义务，严酷。你嘛是伊名门正财无囝，你有啥物路用？伊人甲心拢对你一，应该这道理人是我，也毋过伊放屎人是我，毋是你。但即马，敢要阁去计较这代志先？叫分量较要紧啊！昏了，我一个可怜的囝，安尼也对不起你，安尼因为你已经死啊，才会离开的。想袂到你搁活伫这个世间，你莫死，你若死，
阿娘连弥补你的机会都无啊！伊即卖真无要紧啦，伊的伤势算稳定，用过伊的分票，也搁伫楚云天的身上。哪呢？紧甲分量的分票收倒转，才袂去害着分天。林梦梦，我即卖有一件代志，必须要证实。你对我来。管理乡里在，我看过小组是。楚云天，你这个无路用的人。我早就讲，你根本就无法度赢我。从今仔起，我你永远秘在黑暗当中。你唔敢做的代志，拢总予我替你来做。即马两项宝物已经伫我的手头，等待三项宝物齐全，天下就任我所有。接我我的李明远，放杀我的林凤梅，连一个啊一个拢总慢慢啊等，我绝对会去找你。是龙霸天对无？为什么你会认为我是龙霸天？因为楚云天，伊是正人君子，孤男寡女，伊绝对袂鬼门。你确实是冰雪聪明。那呢？你敢知影为什么我要将门关起来？龙霸天，我知影你怨恨我。假使你若是想要害我，你即马就应动手。害你？人讲伊也夫妻必须因，前世修来动真命。我要哪有可能害死一个跟我春风一度的女人呐、啊？凄美，一片忠贞，待你啊到底，我至今不捌爱别人。我宁愿一世害你的心事多，你就将我当作昏天，有什么问题？我已昏天已经断绝关系。哈哈哈！也大好的机会，你唔通提。你是要做什么？你爱昏天不是假哦，伊去哦辜负来愈群体，如今我用伊的身体两全其美，阮兄弟一家哦。
做伙，彼此打灵魂，失去面皮。你是为我设想，也是为伊设想。只要记好你的伤势，我愿一生与你相陪。就替你做牛做马，只望你肯拿拳手势。你讲的是事实，或者是假的？这当然是真的。为着家里迄件代志。我曾经伤心，曾经怨恨，甚至想要自尽自亡。我又搁对楚云天有真大诶误解。张霸天，我知影这就是你诶目的，这一切一切都是你造成诶。我恨你，但是我也是对你念念不忘。霸天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的灵魂离开混天的身体，好不？娇妹，你讲这话，真是使我感动。但是，你所为一切，同款为着楚云天对无？你到底是愿意倒转来我梁霸天的身躯边，或者是楚云天的身躯边？我就知影你会安尼问。哼，我无可能搁倒转去我伤痕累累破败的身体，我要永远做楚云天。哪呢？你敢不是用永远甲楚云天斗阵？这敢不是你的心愿呢？哈？你的前错就唔肯相信我讲的话。哼！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敢知影？我自细汉就去往关里，敢那鸟人啊内底留袂着，暗无天日。阮阿娘对我毋是怕，就是骂。一直等到我转着你。记得咱头一摆见面的时候，我对你印象就深刻。你敢知你的形影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内？杨国文阿娘，就是来我将你害死，为着你。头一摆违背阮阿娘的命令，后来我决定冒充楚云天，对你私乱上去。但是伫我咧欺骗你的时阵，我却是发现，我对你的感情愈来愈深。
我不愿意做混天娶你，我就去抢亲。将你抢到手的时阵，我就是不知道要安怎表达我对你的爱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，所以我就学阮安尼啊，我就怕你，我认为安尼就是对你好。你敢知啊？事后我有偌后悔。海平天下，捍卫。